出了五里湾，五里湾来迎亲家。新郎爱那个花一朵，新娘是那个一朵花。娇滴滴，羞答答，新娘的心里喜又怕。从娘家呀到婆家，一路上心情乱如麻。鞭炮响起了噼里啪，噼里啪啦到了家。新婚的日子喜洋洋，亲友们倒喜笑哈哈。娇滴滴，羞答答，新娘的心里喜又怕。从娘家呀到婆家，一路上心情乱如麻。鞭炮响起了噼里啪，噼里啪啦到了家。新婚的日子喜洋洋，亲友们道喜笑哈哈。新娘娶进厝，大宅年年户，门当甲户对，荣华加富贵。来，书记姐，哎，你别起让一让啊，让新娘坐，请她下车吧。分开好多年了，彼此也没有深刻的了解，一见面就谈婚姻大事，是不是太快了一点？时间紧迫，不得不快。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份日程表，明天21日星期二我回母校成功大学讲演，22日我带佳佩去台北订礼服买结婚用品，我们住希尔顿饭店，我已经订好房间。23日我要出席一个太空科学座谈会，你在饭店等我。24日我带你去拜会，25日我们坐飞机回来筹备婚礼，26日是礼拜天，是我们结婚的一天。下面是蜜月，但只有一个礼拜。27日星期一到日月潭住寒碧楼，28日星期二到阿里山住阿里山宾馆，29日星期三到台北住统一饭店，30日星期四到外交部，到美国大使馆。请你等等再念。不能等，在我走以前要替你办好出国的护照。你的计划很周到，但是你忘了一点，你没有问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你。只属于我和你，语言四季里。哼，见他的大头鬼，他的日程表凭什么把我计算在内？好像我就是在等他回来结婚似的。你说得很对，在结婚之前你一定要先了解对方。他根本不了解我，他还以为我是以前的黄毛丫头。听说你跟陈瑶是在一起长大的。他从小就住在我家，可是他从来没说过他喜欢我。也许你们常常见面，他反而不好意思说了。啊，佳佩，你对陈瑶怎么样？我是个女孩子，我总不好意思先说我喜欢她。大嫂，哥哥最近对你怎么样？他根本不理我，新婚夫妇连一句话都不愿跟我说。
可是那个女人晚上一打电话过来，他们就在电话里聊个半天，我在旁边听着是什么滋味？大嫂，去告诉爸爸，你不去我去。那没有用的，我只是要提醒你，婚姻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你自己要拿定主意。你放心，我才不会听他们摆布呢。哼，他们也太小看了我。